双头灌装，通过理料盘技术然后灌装。理料盘根据客户每瓶颗粒数量定制，要求产品尺寸形状要一样，不同形状尺寸跟数量的瓶子要更换理料盘。全自动干燥剂投包机，光电感应到瓶子后自动投入干燥剂到瓶子里，自动将成卷的袋子切割成一袋。全自动旋盖机，自动加盖旋盖，通过盖子振动盘将盖子输送到轨道进行加盖。盖子振动盘、加盖装置、旋盖装置、转盘，根据客户的瓶子盖子尺寸定制，不同瓶子盖子要更换。全自动铝箔封口机，利用电磁感应原理，高频信号经放大由感应线圈输出，当中有复合铝箔面与瓶口紧密的结合，达到气密封口的目的。